周星驰被认为是无厘头风格的始祖，所谓无厘头呢，就是莫名其妙不讲逻辑的意思。但是周星驰本人却觉得自己并没有刻意的去追求某一种风格，他只是想用香港草根阶层的语言去反映他们的生活，同时也表达一点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的看法。别人都是说周星驰就是创立了这种无厘头的风格哈，但是你自己好像并不认同，是不是？我也不是不认同，因为我觉得都可以的，就是反正。哎，怎么说怎么说吧，怎么说？但是对对对，但是你自己呢？你自己想起来呢？我这没什么，没什么想法。我就是说，那我的电影我就唱出了一种我的风格呢，这个不用说，当然是这样子的。那这个风格是怎么样？他们比如说无厘头啊，还是别的，这个我觉得都是没所谓的，都可以，我觉得。其实在内地啊，无论是这个电影的评论家还是一般的学生呢，都喜欢把你的电影呢理解得比较高深一点啊。比如我看过一些文章啊，那就写的说是你的这个电影呢代表了什么什么怎么解构啦，什么后现代主义啦，都是上升到很理论性的高度啊。对对啊，你是不是会觉得很惊讶？因为你拍的时候可能都没有想到过这些词。从来都是很多事情我都不知道的，他们这么说，你是不是也挺高兴？我觉得，我又你看这个什么，是什么水泥，是什么情况的后现代怎么样？这个很多时候我自己拍电影呢，我都是很感觉的去，我的感觉是这样子，然后我就捧。就是很简单的感觉，然后我就觉得啊，应该是这样子。我可能我的对这个很多东西没有的，要把它分析的那么高深啊，还有就是很多理论呢。说真的，我真的是不懂。但是，他们都把它全都理论化出来，还有分开来。分得很清楚，很清楚的，这个是他们的能力，这个是他们也是非常，我觉得他们都比我厉害的，应该是这样，应该是这样子说，对。你看啊，有的时候拍电影的人会面临一个矛盾呢、啊。你比如说《大话西游》，大家都认为是你，很多人都认为你是表演最上乘的，而且整个那个影片也有意思。但是在香港的票房呢，就不像过去的那些单纯的一点的喜剧。来得高，对，所以就是那个品位和票房之间总是有一个矛盾，你自己怎么看待呢？对，总是有的，但是在我拍这个《大话西游》啊，我还是有一个出发点，就是我觉得这个电影一定会卖钱。后来卖钱了吗？很成功。后来呢，这个没有像你想的那么卖钱。对对对，这个结果就比我想象的。都不一样，都是差很多了。像少林足球，你花了多少制作费呢？制作费也有大概差不多是应该大概是4000万。哦，4000万，那很高啊。港币，那当然你。在香港的制作来说，那实际是很高的制作，那比在美国就是美国的就是叫什么独立、那个、独立的电视剧一集啊，差不多可能也不止这个价钱这样子。那就是啊，你要好，你就要时间又有金钱这样子。但是好像《少林足球》里边那个内容就不像《大话西游》好像来的比较，感动人呐、啊，或者深刻一点。它比较动作呀，加喜剧啊，加特技啊，这个样子。对，这个是不是你觉得还是就是那个含义稍微浅一点，会票房会更好一点呢？这个也不一定，因为我们拍电影的都是面对很多不同类型的观众嘛。我们当然是期望最好的，就是我每一种类型的观众，我都可以令他们满意、喜欢。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
非常非常困难。那当然。啊，喜欢《大话西游》的观众，我看他不一定会喜欢这个《笑林煮球》。喜欢《笑林煮球》的观众，也不一定会喜欢这个《大话西游》了。这个我感觉是这样子，但是我那要怎么样呢？就是尽量去，我们常常都是在垂写，就是尽量找到一个位置是大部分人都会喜欢的一个中间的位置。那这个也是有它的困难的，也是很难的，但是现在我还在努力这样子的。你看你拍戏拍了40多部哈，你看92年的时候你一年就拍了有6-7部。92年的时候，所以人家说那一年可以叫周星驰年了，好像就是那个苏乞儿啊、鹿鼎记啊，还有什么那些，反正好多好多了，逃学啦什么的，都好像都是那一年的。对对啊，都是那一年的。对。那后来到95年之前，也有人说可能这个周星驰已经江郎才尽了，毕竟嘛，有多少笑话可以讲呢？对。但是你后来不断的一波一波的又再起来哈，这是怎么样会有这么多的动力的？没办法了。要混饭吃了，这个没办法。但是人家说哈，说啊，你可能将来不会有更大的发展的时候，你心里怎么想？你是不服气吗？就是说我一定要证明你们是错的，我还是有很多潜力，会不会这么想？尽力而为吧。有时候我觉得也不要不服气了，因为很多时候你是做的不好。你是当然你工作上总有成功的情况，也有失败的例子，这个是一定的了。在我觉得某情道上，对我来说这个失败的例子对我来说更重要。坦白说，我就是喜欢说不好的，我还是喜欢听不好的东西，真的。对，我自己本身，当然听不好的还是不会很高兴的样子，但是我觉得这个作用还是最大，就是你听到不好的批评的东西，说你不行的，这个是比听到一些说你行的，它的作用是更大，这对你自己本身这个能。这个努力再去的这个作用永远都是更大。我举个例子可不可以呢？好像我最初我最最之前的时间，我一开始做这个演员的时候，我在电视台，他就是有一篇很小小的哪一种说就是小的专栏评论我其实当时也没有人留意有我这样这样子，有人批评已经蛮好的了。是啊，但是有人去批评啊，那我就是批评你什么呢？就是说大概都是一些这个人，你看他真的多不行啊！你看他为什么他不行到这个程度？那我就把他就是剪下来，然后保存得好好的，然后就。放在一些可以看得见的地方的，这样子其实也是一种鼓励，我觉得。因为当然我还是到现在还是不明白，这个时候根本就没人去留意一个对啊，所以我说他留意你已经是对你的一种鼓励了。就是就是一种鼓励，因为在以前没人留意你，是不是？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对对对啊。所以你我看到人家过去对你的那个报道嘛，是说你跟梁朝伟一起去考那个训练班，艺员训练班，他被挑到，你挑不到，对不对？然后后来演戏嘛，他是先有角色演，你是没有角色，让你去做儿童节目的主持人。哦，对对对，其实他也先做儿童节目主持人。他也先做儿童节目。然后，但是他比较做的开心一点，是不是？你是好像做的很不开心吧？没有，其实我也做的蛮开心的，因为我想说，儿童节目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工作，你每一天对着很多。可爱的小朋友，那么可爱的小朋友，你还有什么再好的？你说，那你那个时候为什么还是一定要演戏呢？那但是演戏都是我的兴趣嘛。那你当然希望有机会可以
试一下，我很有兴趣这个方面，但是你也应该让我试一下，然后才让我，如果我真的不行，那我就死心了，是吗？但是还要先试，试都没有，试也有试 啊，什么好像《射雕英雄传》演一个小兵翻下去，几秒钟啊死掉了，那我所以让我想到《喜剧之王》里边，就是一上来还要。他想演的时候，第一个镜头就死掉。对对对，就是那个意思了。就是、所以你很不甘心吗？那个时候？也有一点吧，主要就是如果可以多两句对白给我说，可能我会说得很好，也说不定。但是也要给机会试试嘛，就是。采访周星驰之前，有朋友提醒我小心他无厘头、答非所问。我倒觉得每个人有他的风格，我也不希望只听到一些标准答案，毕竟出乎意料之外正是做节目最有趣的地方。有没有洗手间啊？哦，洗手间有啊。有我先去吗？没问题。谢谢你啊。先去。你拍的《喜剧之王》里面呢，里边这个叫什么？尹天仇，尹天仇是不是？云天仇 ，anyway， 啊，他呢一直是做跑龙套的，但是他相信自己能够成为一个好的演员，所以他会在海边就说要奋斗，要努力啊，这样子自己鼓励自己。啊，你这个那时候没有人找你拍电影的时候，你会不会也是这样鼓励？你怎么鼓励自己法呢？就是在家里睡觉了。就把这个精神再养好一点，再多睡一会，有机会就有精神了嘛。嗯，你有没有想到过，就是说，有没有在某一个阶段想到过，我周星驰就是来演这种喜剧的，或者说我一定要有自己的风格的喜剧，跟过去所有的中国人演过的喜剧是不一样的，我是属于这个的，而且我一定要做到最好。有没有这种决心呢？有这种想法，因为要问饭吃了。要问饭吃，一定要这样子想，一定是我可以做得比别人好，我一定可以做得比别人不同。如果不是这样子，那没得吃，没得吃饭了，没办法，没得吃饭了，是，对。我看到这个《少林足球》里，你这个有一个守门员的演员，你选的很像李小龙，对不对？对。然后你自己也很喜欢他，你喜欢他到什么程度呢？你说那个守门员还是李小龙？李小龙啊，对对对，喜欢到一个非常喜欢的程度。非常喜欢，到什么程度？不是说非常喜欢，就是你当时迷他迷到什么程度？你像比如说有些，学生他会把所有的照片都贴满自己的房间，像你会怎么样？差不多都是这样子了，啊，把他的书啊全都放到整个房间都是啊，然后就是每一天都研究他的关于他的东西啊，那这个。这个这一种态度到现在还在，就是你可以留意到。那你现在回头看那个时候的电影，不是觉得很简单吗？就你看那个镜头啊，表演都简单的不得了，为什么还会喜欢？你已经拍过那么多电影了，还会喜欢那样的电影？你说李小龙电影？对呀，对呀。有时候简单就是最好的，我觉得。还有李小龙对我来说，他不只是一个。演员吧，他对我来说，他是一个，他是我的一个精神的，怎么说？精神的支柱，对对对，支柱，偶像了，反正就是这样的啊。对啊，为什么呢？就是说，
可以拼斗，是不是不服输？然后，基本上李小龙的精神，我觉得是应该很，他是很值得去研究学习的。他从小的时候他就发现这个中国功夫这个东西可以对他来说是一个他一生人就是要做这个这方面的努力，他相信他这个中国的功夫有一天就变成了全世界的最流行的东西，他就觉得我就是要干这个事情的人，最后他真的把这个事情做出来，就是中国功夫，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叫李小龙的人，他是最先把这个东西变成一个世界性的东西。但这个当然我自己对于这个武术啊这些方面也是非常有兴趣。你练什么功夫呢？中国功夫。中国哪一门的功夫？我练过吃的功夫。吃的功夫也有也有了，就是譬如说这个叫太极。太极拳、太极拳，还有一些叫咏春拳，咏春拳，那当然也有其他的功夫，比如说，二十年前我是每一天都练，现在每一年练两次，是不是？现在一年。应该也有好几次吧，有好几次，一定比两次多，一定比两次多。可是啊，喜欢李小龙的人很可能成为成龙啊，就因为你可能喜欢他的功夫片，然后你就练功夫，你就很容易变成成龙啊。对。但是很难变成周星驰，因为好像你看李小龙是这种一身正气，然后没有那么嬉皮笑脸的哈，然后人家一觉得。周星驰就是像韦小宝那样，也没有正经的，反正就是。无厘头加胡闹的这种，所以我很难理解为什么你喜欢他，但是会发展成你这个样子。我看最大的原因都是我刚才说是他的想法，他的一种精神，他的思想，是令我觉得他跟一般的不同。他不是混饭吃的，你是混饭吃的。简单来说，就是这个。对对，开玩笑。不，因为其实，在你的电影里边，你用的那个语言都是蛮草根的啊。就是最一开始的时候，因为你自己是一个小演员，所以你会跟这个阶层的人接触蛮多的，对他们的语言就很熟悉。但后来自己成了大明星以后，也不太接受媒体的访问呐、然后上街，我想也有点困难，人家会围住你啊，这样子。那你怎么再了解他们的语言呢？其实总有机会你会接触的，总有机会你会接触的。我想说就是你有心，你就怎么样你都会知道的。你没心呢，你就这每一天坐在那个地方，就坐在那个人堆当中，你还是不知道。我是这样子看。你曾经说过，其实你拍每一部电影的时候都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在里边，就是你思考过一些东西想放在里边。有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不知道，那又是人家编出来的，不会吧？就是你有没有拍每一部片子的时候，你都希望能够有一些新的东西在里边？然后那这个当然，这不光是新的东西，就是说自己正在思考一些什么东西放在里边。当然每一个电影都希望有新的东西，也希望这个电影。总有一个主题吧，这个也不是因为我要说一些什么样的道理，这个不是这个情况，我从来都不希望说什么道理，因为这个道理大家都知道的，我们做人要努力，这种道理不用我说，大家都明了，但是一个故事，它应该是有一个主题，然后有人物。有这个它的主线啊副线，这个那你比如说这个大话西游，你弄一个这个爱情的主题，按理说这种爱情主题很老套的，你都看了不知道多少遍了哈，为什么会在这个大话西游里面觉得还有一点意思，就是觉得跟别的不一样？那就是
其实它是有它的不老套的地方了。嗯，当然爱情这个爱你一万年啊，这一种对白呢，当然就是很老套，很肉麻的。就通常我们都不会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说过。这是对你的访问，不是对我的访问。但是有些时候呢，很老套的东西，你就把它说出来，就变成一些哇，没人敢说，你就变成新的东西。你说你很喜欢一些什么古典的音乐和古典的小说，有没有这样子？对，对吗？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个，比如说你最喜欢的一个作曲家一类的？我不知道啊，我听音乐有时候都不一定要晓得这是什么音乐，对，但是就古典音乐就对了，就是交响乐那样子的。交响乐啊，怎么样？还有譬如说Beatles 哪一首是非常好？那个已经叫古典乐了，Beatles 已经叫古典音乐了，Come on。这个，你知道吗？这对一些很年轻的人来说，对，那已经很古老了。这都是古老的东西，好吗？对我们这些年轻人来说是古老的，对，就十几岁的样子。你看现在啊，观众都是觉得周星驰是很有本领哈，演了这么十几年，还都是一直非常红。还没洗。但是有时候做演员呢，会有一种恐惧，就是说觉得好像也许有一天观众会不理睬我了。你自己会心里有这种恐惧感吗？那这个当然也会有的，好像有一天我还会死啊，你知道吗？一定会死的。但是这个还有什么办法？因为是一定的嘛。那在过去这四十几部戏当中，你觉得如果能够挑出一部是最代表周星驰的风格的是什么？我就是比较去说哪一部戏会比较代表我的风格。说两三部也可以了。真的吗？真的。我只能说我自己比较喜欢的，譬如说有《赌圣》啊，《逃学威龙》啊，还有这个《鹿鼎记》啊，这个《苏乞儿》啊，《食神》啊，还有这个《零零发》啊。你再数下去就都数上了。Stop 。OK。Cut， 好了，好了吧，好了，谢谢，谢谢。在和周星驰做完访问之后呢，他留给我最深的印象竟然是相当的本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虽然他现在已经拥有大量的影迷，而且评论家把他的电影上升到解构的后现代主义的高度，可是他本人却拒绝被神圣化。无论是过去跑龙套还是现在做大明星，他的心态其实没有太大的改变。也许就像他在电影《喜剧之王》中所扮演的那个尹天仇一样，最常说的一句话是，其实我是一名演员。我的普通话，你的国语可以，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然后我就很有信心，谢谢你，谢谢你。OK， 我们就按手机。